李玉璽霸气认爱，大学生了没女星，她多次出入李家。温妮左和李玉璽恋爱，图翻社脸书，20万01803.11。以我的少女时代打出名号的李玉璽，大方认爱比他大4岁的大学生了没成员温妮、黄宇恩，两人去年不仅同游英国伦敦，李玉璽后来在泰国曼谷拍戏，温妮更多次飞去探班，还经常出入男方的家，热恋恩。根据《苹果日报》报道，24岁的李玉璽与28岁的温妮日前和李的父母一起吃涮涮锅，互动自然。李爸、李大明、李妈对温妮更是热情款待，不时帮她加点菜色。吃完之后，四人还一起回李家。看来温妮已获得李玉璽父母的认证。对于恋情曝光，李玉璽相当直率坦白不遮掩，表示两人是从朋友开始相处，感觉在一起很开心，因此发展成恋人。李大明则表示自己是开明的父母，一直鼓励儿子多交朋友，只是不要隐瞒，也希望孩子开心正常努力工作健康就好。